奶牛大人，您看，状态不太好，叶子都黄了，现在泄凝剂啊，恐怕不大纯正。没事，我们不强求接受，赶紧的。奶牛大人，您看我受了伤，我这胳膊恐怕要再等300年才能长出。我现在一颗灵气只要一年的修行，300年那么长，多一年少一点有什么区别啊？快点！ 我的妖界面子大，你觉得你能这么快走了19个吗？还有3个月，你急什么呀？人家，你好像还没有属灵气呢。我的灵气是用来驻颜的，不能捐献。 你看你啊，脸又黄又黑，还有黑眼圈，一看就新陈代谢不好。跟你在一起啊，都降低我的 level。再驻颜也是1000多年的老女人。对了，你怎么让白潇住那么破破烂烂的房间？我让他在外面搭个窝，他也不干呀。这上面不是还有间卧室吗？ 不行，那是我们家的藏宝室，最值钱的古董都在里面呢。你们家这些古董都真的吗？有一两件是真的，
也是有可能的。嗯，算了，5000块，也是不知道这么小的地方能不能放下我 king size 的床了，先凑合得住吧。等白霄爱上我，就搬到我家去了。5200，5200啊，可以啊。不过今晚。这个是沐浴露，还有这个洗发水，只要挤在手心一点点就够了。你上次直接用了半瓶，都够你洗全身的毛了。我想用你值得拥有这款洗发水。死狐狸精，还会挑牌子，没送你去宠物店洗澡就不错了。别洗太长时间，电费很贵的。南江，裴秀安计划去洗澡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完了，我的内衣！啊，我洗好了。哦，水龙头关紧了吧？嗯。这个如何使用啊？那个是我的，你用不着。啊！哎、哇、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啊！你找死吧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非礼你啊！我忘了，狐狸尾巴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了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就考虑用脚吃饭吧。白霄呢？还在洗吗？他洗好回房间了。这么快？哦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什么怎么了？啊！主管，怎么又流鼻血啊？我不是看你，变态。是灵都出问题了？没有，是亲戚来了，我处理一下，你别进来啊。亲戚？男的女的？有人进来吗？奇怪，大姨妈上个星期才走啊，怎么这么快又来了？指甲这么长，
我前天才捡的，平常一个馒头就饱了，为什么今天连吃四个还没感觉？你大姨妈来了，喝凉水不难受啊？我知道你学习能力很强，但是有些私人问题我希望你不要深入了解，我不想跟妖怪讨论一次。我去上学了。是共享位置 ，OK。Go。这么多人，我们换一个窗口吧。一看你平时就不经常来食堂吃饭，排着吧，这前面还有惊喜。惊喜？给我来个西兰花，还有排骨，那个西红柿炒蛋也来一个吧。再给我来点米饭吧。周景，我去找位置。好，好。同学，你要吃什么？红烧肉、土豆丝，还有西红柿炒鸡蛋，米饭二两，谢谢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也要红烧肉、土豆丝、米饭五两。小妹，你这也太偏心眼了吧！别人的红烧肉都是按斤算，你就给我按块算呀？你要是嫌不够吃的话，再打一份。现在女生怎么那么能吃啊？不是，前面的快一点。你好，可以给我一个碗？可以。谢谢。小葵，过来一下。拿着吧。学长，真的不用。拿着吧，反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。谢谢学长。那女孩是谁啊？哦，一个学妹。对人家挺照顾的呀。你家条件不是很好。完美的学长啊。少来，赶紧吃饭。什么怎么样？我说那打菜小妹怎么样？她可是我们学校的食堂女神呐、啊！我没注意啊。我说你都是什么眼神啊？她叫土山，单纯又漂亮。你看看这一票的男生都是为了她来的。她在咱们学校还有个珊珊粉丝团呢。那看来你是团长。哎呦，我不是团长。我以为你天天都来排队呢。
说，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怪事。难道你也出生的时候就是个老头？我可不跟你开玩笑，我八岁那年就开始长胡子了。是你发育早吧？说来也奇怪，那一年我疯长了十几公分，我妈带我去看医生都没有查出来原因。后来有个人跟我说，我们那个房子风水不太好，然后我就赶快搬家了。你说奇不奇怪？一搬家之后一切都恢复正常。估计啊，是那个时候你隔壁住了一个什么女生。你啊，就想太多了。我在跟你说认真的，你老是打我茬。行了，你先走吧，下午还有课。啊，走吧。哎，等我一下，周姐。快点。又是你。同学，这本书是我先看到的。小妹，这本书是我先拿到的。这本书对我很重要，这本书现在就是我本命。它是我喜欢的人看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看。这是我偶像刚刚还的，所以是我的必修书。所以你喜欢木然？都是误会。这本书你先看吧。谢谢。谢什么？大家都是暗恋病患者，你的症状我最了解。我是老病友，喜欢学长已经有一年零三个月了。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木然学长？很久了。其实我是为了他才到食堂打工的。哇，你这可是骨灰级的。这些年我一直偷偷跟着他，看他看过的书，去他去过的餐厅，好像这就是离他最近的时候了。甚至想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也这样喜欢我就好了。我问你，假如你的生命中只剩下三天，你会不会表白？我会。就是说嘛，暗恋不是永远不想开口，内心呢总是有隐隐的小期待。你不说他怎么知道你有多喜欢他？木然学长和周枕学长是好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涂沙，咱们现在也算是好朋友了吧。那个，我有一件事儿想拜托你。你说。下次去你那儿点菜，能不能多给点红烧肉啊？没问题。谢谢涂山。有人吗？这就是学长住的地方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哦，我是，哎，不是。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？你？啊，不！喂，这里有个奇怪的人啊！喂，这个同学，你误会了。小葵，你怎么在我们宿舍？啊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哦，一个同系的学妹。哦，这样子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学长好，学长好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不是，
我是来找木然学长的。哦，他刚刚有时间出去了。哦，不在啊。好，行，那改天再来。再见，学长。不好意思。我送你出去吧。走吧。前面第三间宿舍男生不爱穿内裤，等一下你要记得捂眼睛。好，谢谢学长。还有右边第二间男生不爱卫生，不要捂上脸。好。有什么需要我转告木然的吗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他。好啊，你说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想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。他似乎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美女。如果你要是想引起他的注意的话，你要改变一下。我？对啊。不是说每个女孩的心中都有一个亲友代表自己吗？不是，学长，你误会了，真的是我一个朋友喜欢他，你应该也认识的，就是那个食堂打菜的，还挺漂亮的女生。哦，我好像听木然提起过她，对她印象还很好。真的？对啊。那太好了。刚刚不好意思啊，我知道你和木然不熟，猛地听起你打听她。有点惊讶。学长会在意我喜欢谁吗？是不是在学长眼中也有一点点注意到我呢？你别着急，菜有的是。我打听过了，木然学长喜欢熟女，御姐范儿的。什么是熟女？熟女你都不知道？就是前凸后翘，黑丝，红唇。你应该有 C 吧？啊 ，OK， 可以。虽然说气场差了点，不过也算是肤白貌美。可靠消息，木然学长对你印象不错。哎，真的？所以说你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呀。我们一起去一趟公安广场，我给你往熟女风打扮一下。小葵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那我先回家一趟，晚上8点见。好。你能不能偷偷帮我打点糊上肉啊？你带给家人吗？回家喂狗。等一下，正常放学时间是6点，到家半小时。一般到家呢是6点半，现在已经7点了。还不是为了给你带好吃的。喏，我们烧肉。去热一下吧。哎，如果你敢把肉弄洒了，我就杀了你。
器用完了。你不是能控制电啊、火啊之类的吗？我宝贵的妖力怎么可能用来做饭？火再大点，就要收汁起锅了。好。没控制好火候。算了，今晚出去吃吧，正好我也约了人在东安广场见面。走吧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东安广场是商业街，你穿成这样一定会被围观的。起碗炉稿，蜀锦楚练，可惜啊，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懂啊。我知道你浑身上下都是宝，但是你也要考虑一下时代感吧。现在是21世纪，你的女神姐姐都不穿古装了吧？有道理啊。但是你的意思是我 out 了？这杂志上的衣服是现在最最最最硬的。这套倒是挺硬的，不过硬这个说法现在已经 out 了，我们现在都说 freestyle 啊。死狐狸精脖子线条还挺好看的，那我这身现在freestyle。无知少女啊，你们看的不是人，是狐狸精。没想到过了1000年，这里还是这么热闹。古代也有这条街啊？古时这里是都城的中心，你们人类把南北街叫做万年，东西街叫做长安，而我们则叫他们白月和永夜。为什么叫不一样的名字啊？人和妖本来就是不同的，你们期盼万年长安，而我们则希望白月永夜，所以根本不可能相同。你那时这里什么样？每到入夜以后，整条街都安静了，除了月光看不到半点灯火。黑夜降临了，这里不再是你们的万年长安，而是我们的白月永夜。我们穿行其间自在又安然。那里原来是一家小吃店，专卖樱桃碧螺。樱桃碧螺是什么？你们的一种小吃，将樱桃放到面饼里然后蒸熟，咬开的时候樱桃还是红色的。
好吃啊，我以为你只吃肉呢。那家原来是个歌舞坊，等到夜深的时候，舞女们就会卸掉胭脂，顺着窗户把它们泼下来，在月光的照耀下五彩斑斓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家染坊呢。啊，和他相处久了，似乎慢慢接纳了他。就这么走在人群里，白潇看上去和人类没有任何差别，但他终究还是妖怪，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他睡了一千年，突然看到眼前物是人非，不知道死狐狸会不会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。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，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家人兄弟，怎么这样？啊，要二十个。啊，十个。这个赛车，这个全部都是，这儿全部，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消遣的地方。可比你们那个什么歌舞坊啊、酒楼啊有意思多了，走吧。嗯，再来。算了，这种机器都是设计过的，很不好抓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作弊了？也不是啦，增加难度嘛。别砸了他，这个我可赔不起。此乃何物？这是 VR 游戏，只要戴上那个眼镜，就能感受到虚拟现实。来试试吧。
我刚开始去试戏的时候看了人物小传，我觉得这个人物就是为了我而写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天上的。玩车嘛，上次就是开着这辆车带着小葵刚好拍戏，我就直接来一个180度漂移掉头给小葵吓了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架空的。你不是我的，我拍的是小红花表，我拍的是素米艺术表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无望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寂灭的。他是飞机的幕后主使，我是台北的。宇宙间一根火柴，擦亮你千年修为。开着这辆车带着小葵刚拍戏，直接来一个180度漂移掉头给小葵吓了。是空空的，梦不是你的，我是空空的。飞机的梦。